大家早晨好，今天我们就在车里了。早晨的早餐呢，是这个燕窝牛奶黑米粥。待会儿再给米罗他们喂吧，因为这个阿婷刚才把这个粥热了，我们先喝点粥吧。准备给奥斯卡和米罗，哎呦，没有水了，奥斯卡，先给这个家伙先喂吃的吧，米罗已经吃完了，等会儿还得给他换个尿布。换袋子给他吃个先。看，然后还有一个半袋子，不要半袋了，就这个。奥斯卡每天这是他一天的吃的，超级能吃。我们打开逆变器，热一下水，来一下泡茶。进去，进去吃，进去吃。好嘞，别着急啊，等会儿还有拖死，不准动啊。哎，奥斯卡，不准吃。要擦一下才行啊！等等，好吃吧。然后给这个家伙加点水，水也没有了。你先吃饭。这个嘛，顺便给我们也加点水。好的，先给这两个家伙吃完饭，水先热着，顺便给米罗加点水，一次我们就把这桶水用完。好嘞，我再给奥斯卡加点。吃完咱们出去遛啊。好，好吃吧。啊，想想那去找尿布。卤肉饭吗？一种味道点了一个啊。好，拿两块尿布出来。这东西给他们俩先铺上。可以，咳嗽了。好，奥斯卡先吃吧啊。好，我们要吃个早午饭。昨天晚上据说是我们的啤酒啊什么水果啊都被偷走了，整个桌子把我们清了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。这是什么鱼香？这是真有肉丝吧？鱼香肉丝可以可以可以，鱼香肉丝。半夏的这个车啊，小米的员工来了，然后他小米的人正在检测这台车是有什么问题，但是这种骑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，会突然间一下断电，咔嚓。
们是过来检测这个的。然后我们刚巧拍到了半仙这个半路中摔倒的这个镜头啊，所以顺便给他看一下。这个东西没有包装，就让他回去看一下，回去想。这些对，就是让他想想办法。有点重，有点重。哎，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拎。这是个电动车是吧？对。找一个点泡沫什么的，给他一缠。我给你拿装箱，七柱可以缠。啊，对，另外也行。内蒙古鄂尔多斯哪里？东胜区。东胜区是吧？嗯。就在市区里面是吧？哎，就在市区里。行。那些都是已经刮花的，没事。嗯嗯。啊，你听我说。嗯。行，到时候多少钱？反正我把钱到时候再转给你。可以可以。啊。好嘞，来下来，你呢？你咋没了去？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。遛狗去，听吗？你的，等等，哎，去哪儿？过来，我们现在要出去的话要想要带小狗去洗澡，但是我又不能同时带两只走，坐骑平衡车，所以只能是奥斯卡比较脏，先带奥斯卡今天洗，然后米洛明天洗吧，好吧，米洛，因为自行带不了你们两个，打车这边车又不给坐宠物，哎，明天带米洛去洗好不好？给奥斯卡先洗，他已经臭了。彻底臭掉，所以先带他去洗吧。喝口水，我们走。水杯放起来，鞋子穿上。等你能说，怎么带两只狗嘞？啊，只能带一只吧。叫不行，叫阿婷帮你带一只呗。阿婷帮我带一只，这是有点危险，骑平衡车带狗的话，牵着它跑行不行呀？跑四公里呢，四公里跑到累死了，还是再跑回来。这就先给奥斯卡洗了吧，这个已经不行了，臭了。来，奥斯卡。米洛整去扬州的时候洗吧。啊，米洛不行，到时候再我回来给他干洗一下，梳一梳好了。因为米洛没臭。奥斯卡，来，走了。奥斯卡，我们最后还是带着米洛，然后阿婷帮我把奥斯卡抱着，这样的话可以慢慢走。2点几公里？2点几公里啊？2.5公里。还是比昨天那个商场近。